这台要10万吗？这台啊，这台100万。啊，这台100万哦。对。然后我又改了40万。哇！那你干嘛不去买一台轿车就好了，不用找。停车吗？你应该能停车吧，因为这很小位的。要拿票吗？这台要10万吗？这台100万。啊，这台100万哦。对。好舒服。然后我又改了40万。快点，等一下，我要牵我的车。哦，好。哥哥，那你干嘛不去买一台轿车？哦。要等一点。对。成都到底，然后过北车，过北车转那个，白色最好看的，是我没有讲，真的吗？白色很好看，就没有人是白色的、啊，现在应该是没有。对，20R1的话应该是第一台。衡阳路，没有白色的，衡阳路直接接那个，白色真的很好看，大家都蛮喜欢白色的。对。
那就你带消。喜欢白色大过水之呼吸。他们啊，但加油啦！我刚买车的时候觉得白色很好看。阿翔，你快发动！但我现在觉得，我下一台再也不要买白色了，它洗到吐血。真低潮。我到时候就会贴了。我已经两台汽车都白色了，洗到要疯掉。过去吗？哎，你安全帽给我扣起来。好哟 ，OK。那你注意安全。啊，大家把耳朵捂起来。干，中击老鼠屎，老鼠屎，发财有存在感。你没有啊？我觉得最老鼠屎的是什么？就是他自己戴耳塞。我一个朋友自己戴耳塞，然后自己的排气管很吵，管塞盖超吵，然后就靠我。大雄吵好不好？我都听不到，好难听哦。对不起呀。这应该我最安我赢了啦，你输了几把、啊、三代两胜你已经输了，我也完全没一战定胜负。车接他。好了，我运气用完了，不玩了，用实力了。那、啊、你是在吵屁呀、啊、好哥哥老子老布，只是说假如假如布，老子老布，只是说。感觉好累哦。大家讲一下，大家讲一下。大家讲一下，报个平安了。大家讲一下，大家讲。哎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Ha ha ha.